聖誕假期睇呢個樣子玩得好開心噃！娛樂圈呢幾日都真係好熱鬧嘅。等我嚟移民麥花臣開 show。數星四女團出世，同埋軒公紅館 show。係咯係咯，未計要約人出街啊！淨係睇 show 都要分身啦。今晚仲有新城颁奖礼啊，话 Mira 会全员上台，好多嘢睇啊！佢哋喺造星四总决赛嗰晚都有现身，唱跳新歌十二呗。有阵仲 po 翻佢哋喺后台嘅相，睇下几逼姜涛都咁挫噶。唔知道同样都系 feel 男团嘅 era 喺呢个圣诞做紧啲咩呢？系噃，你唔讲唔觉，讲起就觉啦。最近都有404开 po 问 Will TV 系咪放弃咗佢哋跨年 show 冇 era， 大家都系造星出身，但造星四总决赛当晚就只有 Mira， 仲有404喺 Will TV 嘅 Facebook 留炸晒型添。系咪佢哋各有各忙，又或者学 Will TV 高层老生所讲？他哋依家是進修期啊，學更多嘅嘢，為未來行更遠的路。咁唔知 Spiderman 再上多一星期，仲會破咩紀錄呢？哇！今日官方已經宣布，套戲全球累積票房超過咗10.5亿美金噶啦，係今年全球票房嘅冠軍，亦都係疫情期間第一套全球票房破10亿美金嘅紀錄啊！再破紀錄，咁係不得了。撞正聖誕假上，好多人會一家大細去睇，話曬套戲老少咸宜嘛。Eden 就雖然好忙，但係都有 share 阿妹星康片噶，仲問上天點解咁唔公平，阿妹唱歌咁好聽啊！真係聽下。这个就是小鱼珠的最后一个星康，总之就好多谢大家的欢呼拍手和鼓励。还有人问他几时有兄妹版啊？想看想看啊，想看新城颁奖礼，记得留意今晚我们田木习作的update，拜拜拜拜。